爸爸，你就知道忙忙忙，忙里忙完，我就长大了，要陪我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胖，是可爱。妈妈说，妈咪都是细菌，爸爸还要辛苦赚钱。那爸爸就不要给你们买玩具了，我们就没有玩具不哭了。爸爸，你就知道忙忙忙，忙里忙。以后交男朋友比他厉害。不要，不要口音。爸爸说，我晚上水喝太多了，糖尿床，下次不会。不要看医生。不怕啦，我在这里。你会保护我吗？会啦。打水哦，然后再加。就会有烟，然后再就这个抹一抹，抹，再抹，然后再粘下去，用嘴皮器又起来了，加个天王人和这个结合变亮哦，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爸爸你很辛苦哦。就会有烟，然后再假扮一下，然后再泼一泼，然后再吹吹，然后再吹，把筹码吹掉，就会有屑屑。我才现在就抹这个豆瓷砖，切一半，然后再用这个抹一抹，抹。再抹，然后再粘下去，用嘴皮器又起来，然后再拿起来，才不会粘，才不会跑出去。加个天王人和这个结合变亮哦。今晚门关，关起来。你看恁孙呐、啊。给你开门啊！Hey!
点难。成为一个暖男，就是要会剥虾。对，这里就是他的小裙摆，有没有？小裙摆，我全部剥开，确认没有毒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喂女生吃了。来啊！是我的。你不知道当暖男吗？暖男就是要剥虾给别人吃，不是给自己吃，知道吗？这是我。当暖男是要剥虾给别人吃。那还有一个给我吃吧。好啊，那你那个。手把手教学，一开始这样子把头头先拔掉，对，很棒，不用担心，那一点点小小气，接下来下一步呢，要帮他的朋友下壳吗？他的衣服，这样子把他上壳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对，这里吗？对，这里就是他的小裙摆，有没有？小裙摆，我全部剥开，对，啊，这个不用剪。